我弟弟合作社分红6万多，开学一年级出一个月4万多，合作社上班出一个月3000块钱，今年我们就收入15万多，现在我们幸福好。 棉花全部用三棉机采收，集采率将达到90%以上。今年气候条件良好，加上管理技术措施到位，棉花产量和质量预计将创历史新高。皮棉产量预计超过26万吨。